葡京。菲儿，夫人，唐僧可曾到来？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，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。我的写实呢？这夫人，这一代生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。我这就去找，我这就去找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呆子，人参果都吃了还饿？那哪管用啊。我不走了，真是。二兄下了山去才能告诉华斋，走吧，你说的倒好听。有了，太好了。空的。
人，你发发慈悲吧。孩子他娘。Ha ha ha.